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汽车微报，我是龙二。今天是5月3日，星期三，一起来看看今天都有哪些汽车资讯吧。日前有国内媒体曝光了一组疑似长安 CS75 混合动力版车型的实车路试谍照。从谍照来看，新车的整体外观与现款汽油版车型基本保持一致，唯一的区别在于混动版车型采用了全新的双漆浮式轮圈，而在车身底部可以看到疑似电池组的装置。关于该车的动力信息，目前还没有具体的消息，感兴趣的朋友不妨关注一下。近日，奔驰官方发布了一组奔驰 CLA180 星球大战限量版车型的官方图片。新车的诞生是为了纪念星球大战这部系列电影推出40周年。据了解，新车将仅针对日本市场上市销售，限量发售120台，所以价格大家都懂的。有媒体近日放出消息称，日产内部人士确认了日产全新电动车型将有望在2020年左右投放市场。该车最终将以什么定名，目前依旧是个未知数。但消息称，目前日产已经打造出一辆原型车开始测试。该车上市后，其综合续航里程将可以达到550公里以上。宝马 X4 在2014年全球首发，时隔3年，该车也即将进入换代周期。现在有外媒爆出一组新一代宝马 X4 车型的谍照，从谍照来看，新车已经进入了后期伪装路试，外观造型设计基本已经冻结。新车依旧采用了溜背式的四门轿跑型 SUV 设计，前脸设计与新一代宝马 X3 有些类似。据外媒猜测，新车将在新一代宝马 X3 发布之后的2018年全球首发。日前有国内媒体放出消息称，国产新一代马自达 CX-5 车型预计将会在今年下半年正式上市，而大家关心的马自达全新7座 SUV 车型则将基于新一代 CX-5 车型打造，预计将会在2018年或2019年左右推出。好了，以上就是今天汽车微报的全部内容了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喽。